阿媽教落，俾人非禮要嗌唔好。我男人老狗得個光頭，冇俾人非禮冇人後，但我都成日講唔好。入咗大學好多嘢想試，想玩，唱acapella去藝行拍微電影，學整甜品，但我唔想俾人拒絕，最好嘅方法係拒絕人，最後拒絕埋自己。中學時我死讀書，入大學繼續讀死書，原來大學同中學一樣鍾意點名。 平平淡淡捱到畢業，以為係新開始，點知係噩夢嘅新開始。一畢業打份工就捱到隻狗咁，心儀女神追唔到，俾佢隔離嗰個 Mary 電，我又唔識嗌唔好，眨下眼結埋婚做老襯，從此被困做個老婆奴，仲生埋仔，為奶粉錢跪低，朝九晚十都冇計，日夜揾錢揾唔到快樂，因為窮得只剩下工作。 到老年熄灯嗰阵，先发觉我连一件值得记得嘅事都冇。我唔想我嘅人生咁样，都唔想你哋嘅人生咁样。不如我哋由头嚟过。